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学。哦，现在今天一年自习，然后出来的比较晚，咱们哪可能去这个给他拍的，抓紧给他拍的，还是期待周末多多吧。在欧米镇，那个站着不起眼，但是暗藏玄机呀！我看镜头又这么大，技能快抽干了。哇，这边，哎，把它放在这边。哇，但是脚那自己步了。哎，这个霸主级的，给他揍了揍。哎，哎，自己步，炸火。来，出来。我早就看到你了，镜头。玩抽水机的功夫，又发现一条大火。哦，大火龙啊！可以，给他做了，记住，可以。这边，我还有，哦，哎，今天是毒饵炸窝了吗？怎么都是毒？我旁边给他找一下。哇，五鱼，哦，缓缓的，这条很肥，给他做了。这条应该接近大虎。先进大湖，我们旁边给他这边先找一下。哦，太刺激了。哎，这边一条什么鱼？这么小的石斑鱼我们就不要了吧，等它长大了我们再做啊。好，来给你放针，我们底下找一下。来，我烂泥油。哇，这个更好点。哇，抓这个鱼一定要小心，你看抓尾巴它不住，抓头它就要跟你拼命。哇，这可是深海的霸主啊，难得遇到。之前我们这个难怪鱼饵这么多，这里面海草这么多。刚才看这里面一条大货，我在这边我好像捏到它尾巴了。不是，吓我一跳。哇，花旗们，这边，我看到它尾巴了。哇，这条大，这条应该大一斤几，应该是有了。哦，可以，给不给你？来，站货，抓的。别出去，别出去，镜头，我们同意乖的啊，乖的。钓鱼在特别多，这个季节真的是。然后，家人们。一直做，哎，大学你抓的，你怎么抓的鱼都比较贵，没办法，现在禁渔期，价格是这样子，所以真的有的时候是没办法。可以说，如果我们这边肯定比较好吃。哇，海豚又进来了，哎，你看鱼饵多不多？这样子都能夹到一只。放正，走，我们看中货去吧。不然等下这半岛等下被暴雨的就糟糕了。哇，两条葫芦大概有4斤多，应该是有。哇，这条大的最起码2斤多，然后这就可以卖个320，还有那个一条大的花鲈也可以卖个几十块，还有一条虎鱼。哇，特别肥的虎鱼，那接近大虎那是肯定的，可以卖个100多，应该是没问题的。然后就给你吃这个。太给力了，金虎鱼这些种的加起来应该可以卖个500-600，绝对没问题。那最早的保底。那好了，我就拿我表哥那边去卖吧。今天这个是真的看着不起眼的无名深坑啊，暗藏玄机，可以，那就抓紧回去了。那本期视频就到这边了，然后喜欢大家的帮忙点点关注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